来说一下这个前奏啊，我们按住 EM 和弦，右手同时弹响六弦和四弦，然后去扫下下上下，然后二的话直接弹四弦，零的话直接弹三弦，弹三的时候小指按住二弦三品啊，然后去弹一下二弦。好，我们连起来，你看，然后在后面是 A 和弦，我们左手切换 A 和弦啊，然后第一下同时弹响二弦和五弦，后面去扫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啊，啊，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两小节啊连起来弹一遍啊，你看。然后后面的话是 C 和弦啊，我们左手按住 C 和弦啊，然后同时弹响二弦和五弦，然后右手去再扫下下上下，弹二的时候你看中指弹起来按住三弦二品弹下三弦，弹一的时候啊直接弹二弦，弹三的时候你看左手小指按住一弦三品弹下一弦啊，连起来这一小节啊，你看啊，然后最后一小节啊，你看按住 B7 和弦啊，你看这个 B7 和弦这么去按，那么这个 B7 和弦的话，你看中指按住五弦二品，食指按住四弦一品，然后无名指按住三弦二品，小指按住一弦三品啊，然后第一下同时弹响一弦和五弦啊，然后后面的话去扫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啊啊，然后把这个前奏全部连起来就可以了啊。